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You see her walking down the boulevard. She got the posture of a superstar. She looks so fly in those Gucci slides. Yeah, yeah, I wonder what she hides under her disguis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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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all the girls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na be her. And all the dudes are trying to score like it's fever. She lives a double life, puts on a show. What's under this subtle smile, we'll never know.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Hi, 大家早安，现在是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今天早上已经做很多事了，我现在要来敷这个面膜，等一下顺便去吹一下头发。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觉得人类应该就是一个礼拜工作四周就好，不是一个礼拜工作四天就好。就像我这种人，就是很喜欢在每个礼拜一把自己塞很多事情。这个面膜长得很特别，它有点像那个菜瓜布的那个材质。我等一下撕下来你们就知道了。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弄好。觉得自己是一片菜瓜、丝瓜一类的，弄起来蛮舒服的，可能是因为我刚洗完澡，所以我现在整个人又刚用完动，很舒服的一个状态。这个牌子最近很红，叫做 Meditherapy， 韩国的牌子。然后呢，来了厉害的东西来了，它有一个滚猪肉的东西，你看这个尖尖的滚猪肉。就是它让你这样可以滚脸，超级舒服。你们也知道我超爱用各种刮痧的用品，我超爱这个东西。好，等一下我先吹一下头发，我没有办法，我忍受我头发这样湿湿的。等一下再来给你们 update 一下。啊，我刚吹完头发，现在回来了。总之，我刚刚想要说的是，就是才礼拜一早上，但是我给自己塞了一堆事。最近一直觉得我就是非常的 out of shape， 就决定 sign up 那个 class pass。然后 class pass 一开始就是会给你很多免费的 credit。反正我就看一下我家附近，我家方圆1 mile 以内呢都没什么很好的 gym， 反正我就找到一个附近评价不错的。那个 workout 是那种 cardio station， 每一组是6分钟，那你就6分钟在一个 station， 然后下一个6分钟再换，然后再换再换这样子。因为美国人很喜欢早上去运动，所以我想说礼拜一大家应该都会 OK 去运动这样子，那我就 sign up 了。结果今天早上下雨，然后呢，我就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不妙，该不会就只有我一个人吧？果然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刚刚就做了一个很 intense 的 personal training， 就这样。然后回来，我就洗了个澡，洗个头。现在才早上9:40，今天要努力工作，耶！一周。Hi， hello， 各位。现在我要去找元宝跟 Maggie， 我们今天要去上飞轮课。我们不就疯狂在用我们的那个 class pass 吗？所以我们就是在疯狂 booking， 现在在那个两个礼拜免费有43个 credit 的区间。我们今天就 book 了那个 soul cycle， 因为 soul cycle 比较贵，所以它一次就点数比较多，用比较快。对，最近运动量非常的高。飞轮崴了，结果他点数不够，他没有参加飞轮。对，他刚刚在旁边纳凉。我差好像2点还几点？真的。稍稍的。我毕竟我以前有在骑单式车，就是飞轮课，我觉得蛮轻松的。我余光有看到旁边那个100吗？100转速100，后面的人离我们好近，我觉得又想干嘛？老师是把整个那个吸血教室的灯全部关掉。天哪！啊 ，Maggie 觉得累吗？我觉得很累。那你觉得好玩吗？哦，对对对，他们刚刚连对。那你刚刚那个黑科技瑜伽怎么样？也是很黑，还有一个嗡，有一个嗡嗡声，对啊，好啊，就像一般瑜伽只多了一个嗡，
对，它是比较基础瑜伽，就是没有不是很累那种，比较偏伸展。哦，就是也是比较偏闷热的，对，它故意没有空调，就是不开空调。哦，对，啊、很多人嘛，很挤嘛。没有，那一堂课刚好没有满。但我上个礼拜去上的时候是满的，其实也还好，我蛮喜欢那一家的。哦，那个是那个欧艾玛有去，对，他来纽约玩的时候有去，跟风这么美，就是他有一个那种公共区是可以喝茶的，那里蛮美。哦，对对，啊，做瑜伽里面就是黑黑的，一直介绍一些纽约各种可以运动的地方，各种棒哎、欸，我已经剩下一点了，我 Maggie 加油啊，20点要运用。运完动来吃天好运，运就在隔壁。好久没有吃天好运了，我只吃过一次。嗯，我们刚刚点了什么？等一下就知道点了什么。要朗诵吗？好，朗诵。朗诵。酥皮橘叉烧包三个。烧麦。金银蛋瘦肉粥，咸水饺，含水饺，白灼生菜，香芋西米露。好聪明哦！我要来吃这个，我超常这样，然后就会被网友说那个死亡角度。Thank you、啊。我最近，我要试试看这样。好假，很好吃哎。我哦，你要反的，反的。我看有没有录到我。有。死亡。哎，你们弄得很好。我在看。我们是观察。我现在角度小，两个人都在录啊，然后我毛累。Maggie 被拍到比较多。Maggie 被拍到比较多。没有没有，你也有。有赞，可以。哎，很好吃哎，可能刚运动完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周末搞了超久，我终于把后面这个柜子呢搞好了。因为呢，我就觉得这边那个 counter space 就是本来我们把气炸我们本来是把气炸烤箱放在那嘛，但是因为我家的那个 counter space 很少，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就煮饭的时候这边很挤，所以我们就把气炸烤箱移过来。可是移过来之后呢，这些东西呢本来是又移到旁边。虽然有增加这样的空间，可是都觉得有点挤。反正我们又买了一个一样的柜子，给你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有两组这样子的柜子。然后呢，下面的东西我就一直觉得很难收拾。我们今天就去无印，然后就多买了一些抽屉啊跟收纳什么的。我终于把收纳弄好了，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好，你们看一下，这边现在就还是气炸烤箱，然后旁边那边就是。这个篮子是那个 Hay 的篮子，我拿下来装一些水果什么的。跟你们说，这个超方便，强力磁铁呢放在这边，然后因为气炸烤箱平常很烫，所以需要一些防热的东西，那样就非常好用。上面这边呢，刀架我之前也推荐过，我觉得很赞。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放一些蒜啊什么的。这边旁边就是我们的茶水间，我觉得我们家茶水间比我们办公室的还要更高级。这里有一台 Nespresso 跟另外一台这个 Keurig， 这台 Keurig 是新的，我们买了一个一模一样。我觉得我家就是这两台机器都没有办法被各自取代，所以呢一定要拥有这两个。然后这边是热水瓶，那这边呢我的调理机终于有地方放，因为之前呢都摆在那边，然后就很挤。因为这个调理机我几乎每天都会用，我就一直把它搬出来插电，然后插电那边呢就是又有点卡住。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空间。这边给你们看一些疗愈的东西。 OK， 这个柜子呢这一层就是一些干货，
不知道怎么讲的东西，反正就是只有我知道这边的分类。这一区呢，就是一些也是干货，但是是面啊，跟一些叫什么啊面啦、啊，干面类啊，泡面，然后意大利面之类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咖啡的一格，前面有 Keurig 一年365天都在喝的这个，这一格是那个 Nespresso， 我觉得这个大小装咖啡很刚好。那这边呢，就是我的 supplement 区，这边都是很多的补给品，光甘肽，然后跟酵素，然后凤梨酵素，后面是胶原蛋白 supplement 的一区，这区是各种很大的茶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呢，也是一些干货，但这又是我自己的分类。这边是一些零食，有一些非常条形的面，跟一些那个叫什么罐头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不一样的干货。这一区呢也是茶，但是这区是一些零装的茶。前面是麦茶，这个茶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这是我一个住马来西亚的亲戚给我的，我觉得这个蛮好喝的，就是很甜，但是它就是冰的热的，我觉得都蛮好喝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奶茶，然后他们的奶茶都是偏茶味比较重。后面就是全部都是发现茶。这一区呢，哎呦，这区是一些就是那种亚洲的干货，中药材那种东西。那这边就是有面粉，因为面粉之前卡在后面，我就觉得很烦。后面是两个我的水壶，也是很常用到。然后旁边这边洋葱我都这样子挂着。这里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纸袋。下面的话呢，更多的茶，然后后面还有一盒那个凤梨酵素，然后这个豆干。这边的话呢，也是一些干货，哎呀，只是我的干货就是有我自己的分类啦。反正你们也不跟我住，我有我的分类这样。这边就是一些瓶瓶罐罐类的干货，这边是一些 cracker 一类的，因为 cracker 啊，你放在这种里面很容易忘记，就是要这种露出来呢，才会记得要吃。我家呢，大部分东西都在这了，就是其实零食类的东西真的很少，我都为了尽量不要让自己吃零食，都不在家里摆零食。这个新的 organization 跟大家介绍一下。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今天我们要去看 Mets 跟天使的球赛。你们应该都知道大叔是洋基迷，所以唯一可以让他去看 Mets 球赛，就是因为大谷翔平。好，对 ，Anyway， 今天很热，但是我又怕有点晒，因为不知道坐的位置有没有那个挡太阳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戴了一个帽子，然后穿了一个衬衫，但里面超级凉，这是那个 Uniqlo 那个凉感的衣服。现在还超级早，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会去，是因为上礼拜元宝他们来家里，然后突然说今天是那个 Mets 球场的台湾日，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那时候听他们讲才知道。那我知道天使队那边也有台湾 Day 这样，但是我觉得在加州比较合理，因为纽约的台湾人感觉没有像加州这么多。Anyway， 好了。好，我们要准备出门了，因为我们要去赶公车。这公车一样就是很难等，半个小时就一班，如果错过的话就不行。真的不是我爱搭公车，是因为这公车就真的 literally 在我家楼下，然后它就是可以直接搭到那个 Mets 的球场，就是不搭吗？嗯，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穿搭，我上面就穿这样，背了一个这个 Holland 的包包，我最近很爱。然后下面是短裤跟。小白鞋，就是一些不吸太阳的颜色。大叔从来没来过这个 stadium， 因为也是我的第一次。Are you excited for the Mets game? Excited to see Shohei. Care about the Mets? Thank you.
老婆又来了，这个他们家的冰淇淋烘咖啡超可爱，阿贝尔就是我觉得最普通的，就是烧。That's chill, but be quiet, don't you think? Miss the Yankees. Ain't too chill, they're just hyping it up. I know, right? Hello， 各位大家好。这个礼拜是 Long Weekend， 大礼拜是 Labor Day， 也就是说夏天呢要正式宣告结束了。整个美国这边呢，夏天结束通常就是 Labor Day 之后就不算是夏天了。下礼拜是大叔的生日，所以这礼拜就算是他的生日的 Weekend。然后订了一个很高级的米其林的，应该是一星的餐厅，一个法国餐厅，因为他说他想吃法式料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吃他的生日大餐，这个真的是大餐。我个人是对就是 fine dining 没有说很大的兴趣，但是偶尔体验一下我觉得也还不错。那我今天穿的就是这个 Petite Studio 的一件裙子，包包外套我都搭配好了，但是鞋子我还没想好，来我跟你们一起选一下。选手一号是这双 Seven or Nine 的一个小黑凉鞋，跟很好走，它的气垫也超级赞。这个是我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就是 Manolo 的这双高跟鞋，那这个是我的婚鞋，基本上好像只在我结婚的时候穿过一次，可能两次吧，两次。大家应该觉得，当然选这双啊，对不对？但是因为 Seven or Nine 那双超级舒服，然后这双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不是很跟脚，但是它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不知道，我穿给你们看，你们就会知道我意思，就感觉另外一双更搭。好，你们看我全身的穿搭，我今天想要背这个包包，然后我觉得它全部扣起来比较正式，所以我决定把它全部扣起来。然后你们看鞋子，这一件裙子我已经整个夏天不知道穿过几次了，可是我平常不会穿这么正式，就不会穿跟鞋，下面通常都会搭小白鞋。那你看哦，这个第一双就是还不错，但是第二双就是会更搭。好啦，你们等一下哦，好，你们看一下第二双。好，你们看第二双，这个第二双是不是就有一种很符合今天穿搭的感觉？就觉得今天穿这件洋装就是要搭配它。虽然说 Manolo 那个看起来还比较高级，我不知道好难选，这个就是也很适合。非常难选，怎么办？好了，我最后挑不出来给大叔挑，大叔挑了黑色的直男款。我呢觉得非常高兴他挑了这个款式，因为这双鞋子比较好走，所以呢三十好几终究是败给了舒服。给各位二十好几的 advice， 你们三十岁就知道了。路过爱马仕居然没有进去，我连 going to Hermes。Oh my god， 这个菜单啊，没几个字我看得懂。它虽然都是写英文，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到底要什么。不过这就是 prefix 四道菜。Still hasn't beat the Japanese Wagyu.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beat it tonight. No. We're not trying to.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大叔跟我求婚的那天呢，我们在日本，那我们就要去吃和牛。那时候呢，我们就是住在一个饭店，我们就跟那个饭店说我们想要去吃和牛，请饭店帮我们订一家和牛餐厅。结果饭店订了一个超爆高级的和牛餐厅，我们到那个餐厅是一个那种铁板烧，都没有人，就只有我们跟隔壁一桌人，就大概四个人包下整间餐厅。那一餐是我们两个就是交往以来呢，直到现在吃过最贵的一餐，因为我们没有说很 fancy 会吃那种很高级的食物，目前为止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餐赢过那餐。那餐的价格呢，两个人是$650，对，目前还没有超越，今天大概也不会超越。我快笑死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三道菜，这道菜没什么问题，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大叔的脸。大家知道他平常小黄瓜直接夹到我碗里的人，搞笑了。Please eat. Yeah. From left to right. From left to right. And new ginger. So fancy cucumber is better. It's pretty good actually. Ooh, gotta take you to Daniel to love cucumber. Yeah. Try it.我觉得有点亚洲的元素在，感觉有些麻酱还是什么。This， 酸酸甜甜的。超迷你，你们知道我很喜欢迷你的东西，好漂亮哦！他刚拿上来，我露出了一个傻眼的表情。大叔点了黄瓜呢。点了 sea bass， 大叔点了 swordfish。So much, very difficult. Yeah, then that? Put that together. Well, that looks difficult too. Yeah.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Good? I'm most excited for this dish. I was born to be.Just eating regular food. No, I'm not sure. You wouldn't destroy this. Really?
咸咸的，然后那个梅子的这个冰淇淋的苹果，我很满意这个。大家好，又到了范金莎说故事时间。正要说故事，外面就来修路。我跟你讲，外面那条路呢，他们真的不放过。不知道为什么，一年365天，有360天都在修。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他们都是无时无刻在钻地洞。好，今天要来讲的故事就是呢，处女座务实魂大爆发的故事。大叔生日前 Labor Day， 我们就去看了椅子界的爱马仕 Herman Miller 的椅子，因为他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抱怨说他的办公椅呢。坐了腰很不舒服。我跟你们讲，这故事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就买办公椅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考虑 Herman Miller， 但是那时候大叔就觉得有点太贵，他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感觉办公椅都差不多。结果绕了一圈，现在2年后，我们果然又回去看 Herman Miller， 因为普通的椅子就是会让腰什么的不舒服。就是呢，那天我们就去试了那个 Herman Miller 的椅子，他坐了很久之后，终于选了一张他很喜欢的椅子。然后因为我身为老婆，就是打算送这个生日礼物给他。我不是说故意要务实还是什么，因为我不想要送他不想要的东西。然后那个椅子呢，也不能给他惊喜，就是椅子他一定自己得去试坐，选自己喜欢的。挑了1-2个小时，他终于挑出他喜欢的。然后呢，就是种种原因下呢，那天我们没有办法购买。最近 Herman Miller 的椅子就是下单之后呢，就是除了。有现货的都要等大概4-8个礼拜，就真的很久。好 ，Anyway， 就是那天我们没有购买，就是要等隔天 sales 传一个连结过来，我们才能下单。然后我就等了老半天，就觉得为什么那个 sales 都一直没有传来？然后就写信问他，反正就是搞了很久之后，他都一直没有传来，然后所以我不能下单。然后呢，大家记得很久以前我们有去过那个 Design Within Reach 的 outlet 吗？当时觉得很远，对不对？但现在就是好巧不巧了，公司就在同一个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离我上班的办公室超近。所以那天我就吃完午餐，想说那我去 Design Within Reach 的 outlet 晃一下，因为上次去的时候觉得那边的椅子都是人家退货，然后就觉得有点旧或者是状况不太好。但是因为是 outlet， 所以如果是人家 return 的东西，就是会一直到那间 outlet 这样。所以你如果有常常去的话呢，可以去碰碰运气。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办公室在那，我就去看一下。没想到好巧不巧的呢，那天我去看的时候，就有那一张大叔想要看的椅子，然后是那一天才进来，他们才刚进货。那张椅子状况超新，就跟全新的一样，它只是已经开箱了，就放在那边这样。然后我就立马传讯息给大叔说：“欸，买这个你会介意吗？”他就说他完全不介意，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椅子要买原价的话，也是超宝贵。我就买了还是会有点心痛的感觉，所以那天那边就是除了半价以外呢，那个 outlet 又再打75折，所以我以一个超低价，就是半价下买到那张大叔非常想要的椅子。然后呢，我跟你讲，我身为老婆，我真的觉得我超级没良心又超级没诚意，因为我陪他去试椅子的时候呢，我就也很喜欢某一张椅子，就是我现在在坐。这样子，但我就想说，明明就是我老公生日，我不应该要买他生日礼物，同时又买我自己的。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因为他也常常觉得我的椅子看起来很不舒服，他就说如果你也觉得背不舒服的话，应该也要买一张这样。好 ，Anyway， 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有货我就买，没货我就算了。反正那天我在 Outlet 找到他椅子的时候呢，并没有找到我自己想要的那张椅子。然后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在我办公室附近，我就有事没事很常可以去这样。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去领大叔那张椅子，因为我就马上下单，因为那边就是要先抢先赢这样。去拿椅子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去楼上看一下有没有那张我想要的椅子，结果就又进货了一张，这张也超级新，然后我就拿下了。这故事就是一个勤俭持家，本来买一张椅子的钱，我买到了2张超新的椅子的故事。但同时，我又觉得我很没诚意，因为买老公的礼物，同时我干嘛也买礼物送给我自己啊 ？Why？ 好，就是这样。这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买的是这张，我的这张是那个 sale。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如果要买椅子，那你们就直接上最顶级的，就是椅子界中的爱马仕 Herman Miller。绕了那么多圈，我应该一开始就上最顶级的就好。这故事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经验教训。因为没买到最好的，如果腰会痛还是什么的，我就会抱怨给没有买到最好。现在已经买到最顶级了，以后如果还是会腰痛的话呢，事实就证明就绝对不要久坐，不管坐任何椅子都会腰痛的。OK， 好。勤俭持家的处女座两位，一张椅子的钱获得了2张椅子。